这块湿地原来这边是一个渔温地啦，就是民国92年以前这边是渔温地，是海军租给这边的渔民啊，在这边啊，92年以后就是海军给他收回来，收回来以后，然后高雄市，然后他回馈了50公顷的地给高雄市政府。啊，回馈了50公顷以后呢，他高雄市政府经过这边附近就相关的这些环保人士啊什么的争取啊，鸟会啊、荒野啊、台湾湿地保护联盟啊，大家的共同争取，然后就是高雄市政府把这块地，除了中间的污水处理厂以外，就是变成一个原中港湿地公园，分成东区跟西区这样。原中港湿地就位在点宝溪和出海口的旁边，周围的环境加上历史的变迁，让这里成为今日生态多样性丰富的湿地。10年前，这里还没有绿意盎然的红树林，而能有今日的面貌，是因为有许多志工的付出。这边从97年到现在，大概已经快十年，大概8、9年。东区大概有20公顷，这边大概10公顷左右。哎，这边维护包括这边的环境整理、浇水、除草，然后还有步道的维护，还有这些植栽的一些稍微修剪啊，或者稍微整理这样。如果说到原中港的湿地生态，也许有不少人都会想到卢蟹过马路的场景。每年的夏天，湿地的夜晚显得特别热闹。我们拜访的这一天已经是卢蟹试幼的尾声，幸运的是我们碰上了一只正准备走过长长的柏油路，还要越过堤防才能到点宝溪里，将身上数以万计的螃蟹卵释放到点宝溪里的卢蟹妈妈。看着礼貌松小心地将卢蟹放到堤防边，闻到了海水味道的卢蟹时快时慢地往点宝溪走。这是鹿蟹繁殖期最危险的一段路，同时也是最让人感动的一刻。最热闹的话，应该是讲说有分两个，一个冬季啦，冬季是候鸟了，这个慢慢候鸟季节到这边也是会有候鸟。那如果夏季的话，大概4、5、6、7、8月，这几个月，4、5月以后照到蟹就蛮多了。那6、7、8月是凶源，所以要去过马路去产卵去下，是繁衍下一代的时候。卵是在海里，它慢慢从小了那个小藻啊，那个藻，那个叫藻状幼体，慢慢变成幼蟹、成蟹这样上来。大概它这样去回来大概要1年左右了，就到成熟以后大概1年多了。从小蟹一直慢慢上来，然后再回到这里。对对，慢慢再回来。所以有可能中途就折了。它总共你看胸圆熟蟹，它一个卵啊，抱卵。大概4万到7万啊，或者更多啊。它试幼下去以后，那么多，但是实际上最后回来的可能只有几千只不知道，或几百只，可能只有几十只。所以说，它到了这试幼期，大概很多螃蟹都会到那边去，都会到河应该出海口了，住在河边的出海口，这边是试幼。所以说试幼其实是很多，但是回来到这边的可能没有很多，但是经过我们这几年的这边的保育富裕以后，这边慢慢最近好像蛮多的，恢复蛮多的。高雄市在2004年由时任市长的谢长廷签署了湿地保育宣言，此后高雄市开始了生态廊道的规划。从签署保育宣言到规划出一系列的生态廊道，这背后有什么重要的意涵呢？其实它代表意义就是这个生态廊道，就是像当初那个时候是就是谢长廷前市长去签署这样子的宣言。那签署这样的那一次的宣言，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宣示，就是它要去建构这个湿地的生态廊道，属于高雄市的这个湿地生态廊道。那这个观念其实在当初其实大家还比较没有去意识到说所谓的这个生态廊道它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它对于我们整个城市的发展上它有什么样的用意。那所以那时候在提出来的时候，其实是也代表着一种就是不同阶段保育的这个概念。因为以往在那个之前，大家对于所谓的保育比较是单点式的，譬如说我这边就是划设一块的湿地，或者说那边有一个公园，或者说那边有什么，这种是比较是点状的。那现在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所谓的生态廊道，它就是从这个点状开始进入到它要做一个串联，那串联它就会是可能变成是线状的，
那如果再更多的时候，它是不是变成是一种网络？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本身的这个湿地生态廊道，它在那个时期其实是对高雄市在这个环境政策上的推动是还蛮具有一些指标性的意义。在这之后，大家所预期的跟政府的实际行动是不是有所落差呢？只是就是它到底在执行上有没有办法可以落实到我们所预期或者说理想上的程度？举个例子，可能会有人去质疑说，这个也不是所谓的生态廊道，因为他们所比较理想上的生态廊道，它是要确实具有这样的一个串联。那如果以我们现在看高雄市的湿地生态廊道，它就是它虽然还是点状几块湿地越来越多去把它富裕或者说营造出来之后，可是它还是就是会比较有点是跳岛式的。哦，那它真正来讲，它并没有真的有一个完整，比如说有时候要透过蓝带、透过绿带的方式去做串联。那目前这一块其实我们所了解上当然还没有做到那么足，对，可是就是它还是一个算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只是还有待努力这样子。这几个月来，高雄陆续有几处湿地开始了在评定的讨论，这是因为新湿地法上路之后，除了原本的国家级湿地之外，地方级的湿地都需要先列为地方级暂定重要湿地，等到在评定的程序完成之后，这些所谓的地方级暂定重要湿地才能够有明确的湿地等级。换句话说，在这个再评定的程序完成之后，也许有些湿地就会从地方级湿地中除名，地主就能够对这些土地进行开发或是再利用。评定的过程还在进行，因为地方的说明会完之后，其实还会回到内政部的专家委员的审议的会议里面。那是一个共同决定的一个会议，它并不是内政部说它是重要湿地，它就是湿地。必须有一些专家学者，包括土地的所有权人，包括现在经营维管的，包括高雄市政府也好，或者是高雄鸟会的这些朋友也好，会做一个重整性的讨论跟决定，来评定说它是不是维持是地方级的重要湿地，或是国家级的重要湿地。那我相信，这件事情高雄市政府的态度很清楚，在高雄市政府目前所管理的这些大大小小一二十个湿地里面，它基本上都是支持，而且是期待是维持原本的湿地等级的评定。让它维持原本的状况，然后提供给这座重工业的城市有一个比较好的自然生态的环境，不然这样子其实，一块湿地要富裕的像，鸟松湿地这么的生态丰富其实不容易，可是要把它摧毁其实是一天的事情而已，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期待不管是主管的内政部，或者是土地所有权人，像自来水公司也好，或者是大树秀野那边是第七河川局，其实我们都应该站在一个保育生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的一个基本的社会普遍的认知的价值，来谨慎的考量这件事情。哦，土地所有权人要用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块土地外的利用，而不是轻率的在书面的表达上面就写说，哦，我未来要盖停车场，我不支持这个湿地被评定为地方级湿地，这 难免会引起地方上的民众，甚至是我长期关心这些环保生态的朋友很强力的批判，甚至是觉得不能谅解、不能接受有这样的想法。长期认养鸟松湿地的高雄鸟会担心的正是如此，一旦鸟松湿地不再是湿地，这些生态还能继续存在吗？如果湿地生态不在，我们要如何认识自然？但也许有人会问，如果我们都要顾虑环境和生态，人民的生活该怎么办？在开发与环境之间，为何总在天平的两端？政府施政这个思维还是以开发为优先的，那环评只是一个手段，也可能只是一个走行政程序、走一个程序而已啊。但环评的法规，有的人认为很严。但是有些团体也认为，环保署各地的环保局，执行的不够彻底，甚至帮财团解套，或者是帮开发单位解套，我想这个都是偶尔都可以听到了哈，都会看到，所以这里面就变成是面临一个选择嘛，究竟是经济开发比较重要呢？或是永续经营生态环境会比较重要，这个目前来看是没有底定的。
人民的肚子要不饱这件事情不能怪罪于环境保护这件事情上，人民的肚子要顾饱这件事情应该是公部门要努力去把大环境做好，好，而不是放着说政府不能拿这个来当零和游戏，不能说我这个本来具有保护价值的地方要开发，是我必须要让周遭的人有就业机会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建设开发，我觉得这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好，所以我相信社会越来越理性，然后能够讨论出更多的替代方案去解决这样的事情，而不是放着说让支持环境保护跟支持开发的都是市民，我觉得他们都没有错，可是不能政府不能看着他跑你们去打架打赢了我就支持谁，不能这么做，那有资源有政策工具有权力的人其实是政府，那政府要去想办法去做更好的处理，而不是我真的很不喜欢看到一件事情，然后就是两边都是市民朋友，他们所相信所信仰的价值其实都是对的，这不是对错，这是选择，那在两个都不是错的选择之下怎么样去做更好的媒合，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民意代表跟公部门要去做的，而不是去怂恿哪一方去做什么事情或哪一方去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让人民不同的意见的民众去变成有点敌对或者是对抗甚至互相攻击，我确实都不是一个厚道的政府，也不是一个进步的政府该做的事情，对啊，所以有一些问题我的能力有些并没有办法有答案，可是我觉得找更多的人创造更多讨论的机会，然后让那个地方有更多的选择，我觉得这是政府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只有一个方案拿出来，好，就是这样，你要还是不要？好，你不要我去跟别人讲说，他们不要，那你去找他们，你们沟通好之后再来找我，这是不对的。哦，这几年其实有一些案例，其实会有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并不是那么的理想。那，人类的文明，我们应该早就从顾好肚子这个阶段往下一个，就是说我们其实不是只是为了生存，我们还有为了生活，然后还有一起在这块土地上，不管是动物、植物还是人们，我们应该都有一样的权利，而不是只有人才是唯一的。我相信这个是慢慢要进步的概念。当然，我相信每一个人对于事情的价值跟判断，我觉得这都是选择。不能说那些人就是错的，不可以这么说。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一起努力的往一个更好的阶段去走啦。鸟松湿地的所有权人是自来水公司，在传出可能要盖停车场的消息之后，引来许多民众的关心，并没有要将鸟松湿地填平新建停车场，但也明确表示希望不要被列为地方级湿地。议员邱俊宪提到，在这一连串的讨论过程中，水公司的态度趋于软化。但未来事件的发展会怎么走，仍是一个未知数。我想，基本上水公司的态度有相当程度的软化了。那我想应该也是要谢谢很多，包括湿地联盟或者是高雄鸟会的朋友，就是很用力、很大声的透过各种的方式，不管是高雄市政府或者是自来水公司，了解到一般市民朋友对于这一块土地，大家对于它现在是一个非常有生态丰富性的湿地的状况，是期待能够好好的保留下来，这件事情是清楚的，所以他现在也是我的了解是没有正面的说他支持，好，可是他迂回的去说他并没有要开辟停车场这个需求，那我想这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人的持续的关心啊，因为毕竟土地所有权人是别人家的。那这块土地未来要怎么处分，在台湾这个民主法制，土地是私有化的，土地所有权人他有绝对的权利去做任何的权利的转移跟使用。不管是湿地或是最近像桃园观音的藻礁或者是其他生态敏感的地方，这些生态保育跟开发行为冲突的时候，政府要拿出他解决这些冲突的方法。比如说水公司也有提出这样 的建议，说是不是不然高雄市政府拿出其他的土地来跟他做交换，
或者是内政部透过其他的方式去做土地的移转，让这块土地好就给内政部或是给高雄市政府，然后就世世代代就是一个湿地的状况，这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式。可是有一个重点很重要的是说，其实不管是水公司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国公营事业，在这件事情里面，我期待是说，现在很多的私人部门，其实社会一直期待他们要尽更大的社会企业责任。那国公营事业不能更不能置身于世外，他们其实某部分其实是类似公务部门的一个单位，虽然它是公司化、是民营化了，可是对于像这种属于公共利益的，像自然环境保育的事情，他应该要站在一个更有高度的角度上来去看待这件事情，而不是就是好像就是这块地就是我的，我要怎么去处分那是我的事情。国公营事业不能这样子很简单的去一刀切，这样就二分法，这样其实会有失于一个国公营事业他应该要去尽的责任。如果提出一地一地的方式来解决现况之下，水公司不希望鸟松湿地继续成为地方级湿地的僵局，也许不是一个不可行的方式。但这样的解决方式是否可行，或者当这个解决方式成为先例，未来当台湾有其他湿地也面临相同的问题时，能不能也能比照办理？邱俊宪提到，目前看来虽然可行，但那是因为水公司的企业性质特殊。我想水公司 的案例是很特殊，因为水公司毕竟是经济部所管辖的一间国营事业，而且是有关于民生用水的一个公司，所以它的组成跟体制其实在台湾里面其实没有太多相差，这样子只有水或者是电。好，那我觉得换地这件事情，水公司透露这样子的讯息，我觉得是给高雄市政府一个选择，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案呐。那土地的交换，其实我是期待市政府跟他们所属的，比如说国营会或者是经济部，直接在行政部里面去做协调，而不需要透过像民间一样的买卖或者是怎样的契约，因为水公司虽然管理权是他，可是他并不是财产的所有者，他只是代替全体国人去管理这一块地方的。这个财产并不是私人的，而是全体国人的。那全体国人对于这块土地上面的使用，现在如果大部分人认为是应该作为生态保育之用，怎么会是要国人或是其他去花其他的资源去把这块地换，然后让他去做其他的使用？我的意思是说，国公营事业对于自己所属的空间，如果有关于这些公共利益的使用，他不应该站在一个类似私人公司在管理他土地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跟方式去处理，而是要去考量说，某部分的处理的方式如果是符合大部分的公共利益的，他应该要更大气、更大方的、更主动的去提供出来这样子的一个资源或空间，而不是站在一个好像在商言商，或者是一切都是要用你要给我什么我才给你什么这样的一个方式去面对这些公共议题。好，这个应该是国公营事业它本身应该有这样的企业的思考，它不能认为它就是一家公司，虽然它体制上是一家公司，可是它的本质上是帮忙全民来管理这一些资产的一家国营事业，这个根本的认知要不能忽略掉。也许会有人问，按照现行法规，倘若湿地必须面临开发，还有湿地补偿与邻近损的方案来应对，但这是可行的吗？当 A 湿地必须要开辟道路新建发电厂时，找到另一块地就能够复制原本的生态样貌吗？那其实一般我们在谈补偿，有时候会有分所谓的一个异地补偿，就是你去另外找一块地，然后大概同等规模甚至更多，去把它做一个运用下来，营造出类似的湿地生态环境。那一种是就它所目前还有保留下来的湿地，它可能做一些改善措施，或者说一些生态栖地的营造之后，让它在这一个区块本身的生态系统可以更完善一点，就是会有大概去区分这种不同的所谓的补偿。对，可是不管是这两种哪一种，其实它在实际面执行上难度非常高，而且整体而言，其实真的可以成功，所谓到我们大家认知到可以成功的机会，其实是还蛮低的。就实务操作上来讲，这也是为什么说，当如果我们每一次一些个案遇到政府提这个所谓的补偿的时候，
就是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就是大家在政策上好像可以拿来做运用的一个手段，可是你实际上了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对它真的要达到那样的一个程度是非常困难的。那几乎要等于就是说，如果真的有往这个方向走，那不管程度多少，等于说你在这一块的生态一定会被牺牲掉。在台湾，其实我们很难去特别去想出说哪一块的湿地。当然，你如果说以原中港来讲好了，某种程度上有一种是因为它临近的基地要做开发，然后这边捐赠出来，也是一种补偿啊。它其实也是一种补偿。可是问题是，它其实是本身这边就已经是那样的环境，然后我们只是在透过一点人为的介入，然后做改善，它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出来。可是其实要有这样的效果其实还是不容易，对，更何况如果我们就其他个案了解的情况，他那个所谓的异地补偿都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的，所谓的这种异地补偿，然后那个条件可能也都远远不符合他原本那样的一个环境，对，那这样更没有办法去可以预期到说你可以有成功的这个补偿的案例啊。湿地的破碎化跟减量哈、减少嘛哈、湿地就是本来有很多的生物栖息嘛，对不对？有生物栖息，破碎，生物一定会减少嘛，就不可能会增加嘛，对不对？为什么破碎？一定是跟人为有关系嘛，可能跟或许会跟一些石化的东西有关系 ，anyway 不适合生物在这一块，对不对？这个是比较复杂的问题。那切断、切割也同时嘛，世界各国他们在做这些工程，当然大家都知道，就变成很重视了哈。那有的是做了蛮实际的，在欧洲我们看到哈，一条公路。假设这个公路是在必须要穿越的时候，他们相关的配套措施，他们不会忘记，他们要使用这块面积之前，他们必须要对附近的物种做了一个长时间的调查。他们做了环评一定长时间，不像我们这边环评，有的环评是随便乱做，他雇一条黑面皮鹭还没来的时候做环评，然后告诉民众说，根据我们的调查，这边没有黑面皮鹭。那奇怪，根据两位的调查可以几百只，啊，政府的调查没有看到黑面皮鹭，你选择的时间不对啊。我想内政部如果评定像鸟松湿地，它是非常明显，因为在内政部以往在各个湿地的评鉴里面，鸟松湿地的评鉴是非常高等级的。不管是在经营管理维护上，或者是它原本的生态的丰富性，所以内政部如果评定上有异于大家所期待的结果，我想当然会引起非常大的风波，跟大家对于国家制定这个湿地法，它到底能够限制或者是能够去钳制这一些土地所有权人怎么去处理这块土地的，很大会打一个很大的问号。那我想，如果真的有如同刚刚你说有不顺的地方，我想，我站在一个地方民意代表的立场上，我们绝对会是在议会里面会要求市政府说，那你主动的去提出来说，我们用异地的方式去把这块土地想办法把它所有权人转换到高雄市政府手上。那高雄市政府对于这块土地的处分，我相信就会是比较符合市民朋友的一般期待，就是维持实地的使用，这样的要求我相信市政府应该是可以办得到的。一般在国际上会有一个粗略的说法，我们大概可以有六成的人类的食物来源是可以来归属于来自于湿地。可是你可以知道说，湿地在整个全球的比例大概2%，就是那个比例很低，它的规模范围比例很低，可是我们归属于可以从湿地环境里面所衍生出来的这些人类所需要的这些生产的东西其实是非常多，对。那这个部分其实大家没有真的很仔细的去
了解这件事情，会觉得说啊，湿地就是一个烂头烂地，然后是瘴疠之气很重的一个地方，对我们没有用，所以我可能要把水排干，然后就是或者说把它填平。对，那其他的当然就是在生物这一块就更不用讲了。对，它就是它单位面积里面生物多样性的程度非常高，比起那个我们比较熟知的雨林森林系统，好，这种来讲它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那再另外的再更其次的环境教育或者说美学等等之类，这个其实它整体的功能性跟重要性上是非常多非常丰富。